嗨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肖战。然后今天，本周是我拆分后的第一周。离开春春队其实真的很不舍，因为春春对音乐的想法，还有他对舞台的那些 idea，是让我非常的佩服，然后也很值得我去学习。但是既然赛制是这样残酷，那我只有去面对，然后去适应我的新队友、新环境、新掌门。来到奇哥队这边，然后融入了一个新的队，然后我的两个队友表现欲望都非常强烈，然后就让我非常捉急，因为他们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确实比我好很多，甚至，所以这是我需要去追赶他们的。然后这方面其实奇哥有帮助我训练一下了我的眼神。没有上，然后，这样吧，带你们参观一下奇哥队。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训练区域，就可以跑跑步啊，没事的时候蹬蹬车啊，这里还有个大电视。这里是我们的会客区，就是开座谈会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月月。然后这里是走廊，这边是我们的招聘墙，然后这里面是洗手间，洗手间这种私密的地方我们就快速的略过。然后这里是我们的饭厅，活捉陈，野生陈泽熙一枚，野生陈泽野熙，生陈泽我熙。强行是野生的。本周我们的一个小小剧透吧，我们的主题是以水为元素，然后进行挑战赛，然后最后是歌曲是一首抒情的歌曲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吧。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就一定要老时间，周六晚10点，浙江卫视《燃烧吧少年》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嗯，啊。